我既然爱好它，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更好。各位观众，又是大中华摄影协会呈现叫 Ben Ten 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访问的嘉宾是王瑶小姐。王小姐也是我们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你拍很多照片，很多专辑，有些专辑的名称是非常朴实的，就好像中国故事啊，非常朴实。但是呢，有一些呢，你就挺大胆的 ，Pose 911。那是911，就是美国世贸中心发生了一件事情。你对美国的感觉怎么样？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拍这本书的背景是这样的，是美国发生911这个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去深造去交流。那么在交流期间呢，我感受到美国发生了这件事，经过了一周年之后，它有很大的变化。那变化在哪里呢？对，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镜头发现这种变化。嗯，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在街头表面的你能够看到的，比如说美国国旗多起来了，警察多起来了，更多的这种变化，我想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与其他种族、其他民族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那种族之间呢？从这件事情开始，是不是有矛盾？人们开始思考，就是为什么，有人就是很多美国人，我的很多朋友，包括电视里，你一打开电视，人们都在探讨一个话题：为什么有人这么恨美国？到底是他们的问题，还是美国人自身也有问题？还是其他民族的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大家总是在探讨这个话题。但是你可以不管这个答案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到。感受到，美国人的这种，内心世界，其实，他们需要更亲密的关系，他们也会感到一种恐慌，内心的一种不安，跟他过去的骄傲不一样，会感受到这种区别。所以我也想，既然我在那儿，那个时间我在那里，那么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我想我应该用我的镜头表现一个中国人。对美国的这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的观察，也就是911之后的美国，但是它的特点就在于完全表现的都是普通人，你看不到恐怖袭击的这种场面，因为当时我也不在那儿，那但是呢，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精神上已经见了那个 post 911的问题了。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了哈？像这个书得了中国出版的奖啊，这个很漂亮啊，就是好了，好，两个胶卷呢哈，两个胶卷又是双子座哦，对，设计上其实很简单，但是你可以解读到很多内容，比如说像美国是一个求异的社会，就是人人都希望与众不同啊，突出出来啊，但是你看911之后，人们在坐电梯的时候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大家都双手扶着，这样一个瞬间很巧合，但是巧合当中有必然啊，给你抓到那个心理的变化啊，捕捉到。我觉得这个瞬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瞬间，它传达了一种人们的紧张感啊。那么你像这种情侣的这种动作，但是它有一个传达了一种符号，象征了人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希望更加紧密，希望互相更加依存。然后这个后边的字也很有意思，就是对你自己每天好一些，是吧？这个都是在讲故事，要多一点信心哈，都是在讲故事。像这张照片也是纪念911一周年的时候，在这个纽约废墟前的这个街头。那表达什么？实际上卖国旗的这个黑人和伸出去的这些手，它表达了一种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两个拥抱着的人，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但是他依然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更加的这种相互的依存啊。像这个也有很有意思，就是大家看了以后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巧合，街头的一个
墙上的一个雕塑，嗯，正好一个警察从这里走过去，啊，那么这个棒球手就像要袭击他，啊，你通过你的镜头的捕捉，实际上他在传达你内心的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感受，所以这本书呢，基本上，我想，其实每张照片都是围绕这样一个中心去表达的。你像美国的国旗到处都是，包括在普通的人家的这个拖鞋上也有美国的国旗，啊，就是美国人一下子有爱国激情被激发了，啊，是吧？那么都是这种突然的生活的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的。嗯，你在中国生活，当然你对中国的故事是很熟悉了，能不能帮我们讲讲你的中国故事，王瑶的中国故事？这里边有我这个30岁获得何塞金奖的一组照片。嗯，30岁的时候，获得的世界新闻摄影的最高奖。世界新闻摄影能拿出来介绍一下吗？哈，那么拍摄的这个故事呢，叫《60岁舞蹈家重返舞台》。嗯，那么讲述的这个中国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讲述的呢是中国的舞蹈家陈爱莲在60岁的高龄重新返回舞台，去扮演16岁的少女林黛玉。嗯，所以一个60岁的老人去扮演16岁的少女，那么这之间有很大的反差。嗯，但是他为什么退休之后还要重返舞台，这个就是围绕一个中国的一个艺术家的故事。那么他传达的信息，由于陈爱莲他自己的个人的这种独特的经历，他的魅力啊，他内心的一种精神的力量所带来的魅力，您说的没错，是有魅力。对于一个60岁的女人来说，她的魅力不是外表的魅力，对，她是内心的一种坚强，她的阅历所带来的。那么这个故事呢，当时获奖的时候是12张照片。这个是陈爱莲在她的舞蹈学校。每天早晨6点多钟起来，60岁的人带着文姬起舞，每天早上还要练功。这个是陈爱莲在她的自己的私人的舞蹈学校培养很多学生了，小陈爱莲。这是陈爱莲带着她的学生到芭蕾舞学校学习，借鉴西方的艺术。那么正好这个前景是一个典型的芭蕾舞的一个动作，那么后面是陈爱莲和她的学生。那这一个呢？这个是他家里边的生活，这个不是当时获奖的一张照片，只是收到画册里边。那么这个也是陈爱莲的一个练功的特写。那么通过这张特写，你可以看到60岁老人的沧桑面孔。但紧接的一张照片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他在台上6岁的少女，你基本上看不到刚才的那个沧桑的一个老人的样子。是吧？这两张照片形成很鲜明的对比。那么，但是陈爱莲毕竟是一个60岁的人。当她早晨闻鸡起舞，带着孩子，练功、传授舞蹈的时候，孩子们没问题，她会感到疲惫。还有累的一天啊，累的一个一个瞬间，已经湿透了她的衣襟哈。那么这个瞬间，她是伏在练功杠上休息的。这是他演出前带着孩子们在剧场做准备。那么演出前他在座位上坐在一个普通的观众席上祈祷这个演出的成功啊。那么最后演出即将开始，也像两个前景演员像序幕一样即将打开。那么演出获得成功之后，他的粉丝请他签名，拿的是当年他的年轻时候的这个大照片。非常漂亮啊，很漂亮。获得成功之后，陈爱莲在珠海的海滩上很豪迈的非常高兴的起舞舞蹈。因为当时他是在这个广州珠三角一带巡演，从深圳到珠海。但是话说回来，他还是一个60岁的老人，经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长途跋涉，那么他病倒了，开始发烧，但是即使在病床上，他还要联系下一场演出的事情。那么第二天一早，依然坐上长途车，去下一个演出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最后做结尾的照片，我没有再呈现出他的整个的身体和他的面孔？是因为前面已经交代很多，大家很认识他了。唯一突出了他这个脚和盖着毯子的这个腿，是说
盖着毯子吃着盒饭，表现他的这种生活的艰苦啊，转战过程中的这种艰难。那么舞蹈演员的脚会让我们想到一双红舞鞋的故事，它会不停地走下去。对，那么窗外的这个远远的这个道路会让人留下一个问号，就是它前方的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整个十二章是这组图片故事的一个完整的表。不管是十六岁还是六十岁，路还是要走的。是，所以也是给观众留下一个悬念，就是到底大家还是希望看到这个六十岁的老人，即使他前半生走得非常的坎坷崎岖，那么他的重返舞台之后的路，大家希望是平坦的。你多少岁开始看京剧？我看京剧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我去剧院。为什么这么问呢？你的书呢的切记呢，总是很漂亮，很令人有感觉的。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我用了一年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业余时间，去专门的拍摄京剧。我想是想利用奥运会这样一个机会，一个窗口，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对，我想呢，京剧作为国粹，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应该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除了奥运赛场，他们还应该走进京剧的剧场去看一看中国的文化，那么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所以我就用一年的时间拍摄京剧，并且出版了这本《看不见的京剧》。那么为什么叫看不见的京剧？你走进剧场，你一定看得见。但是我这本画册给你展现的呢，舞台前后不一定看在剧场里看得到的。从有孩子开始，很小就学戏，然后有这个戏曲学院，就是大学生学戏，名演员化妆以后，但是并没有完全穿上这个服饰的这样的瞬间，所以这些个林林总总的瞬间，包括我在这个舞台的灯架子上很高的位置，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拍京剧，我想也都是大家应该是很难看到的这样的角度和场景。希望给大家展示这个京剧，就是你坐在剧场的观众席上，你不能够完全看得到的东西。作为一个补充吧，作为一个补充，所以就出了这本画册。我也不是很懂戏，但是通过拍这样一个画册，实际上确实是能够感悟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博大，这种确实是令人感到骄傲的地方啊，博大精深啊。但是有一点呢，我也想问一问，为什么这本书的印刷了亮亮的？是这个，他们设计师我也问过他们，我说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很亮的颜色。他们说这个想给这个读者传达一种像在舞台的非常的艳丽的，所以他在印刷的时候呢，他想做得更艳丽一些，传达一种舞台的剧场的感受。京剧呢，一般来说呢，很早就去学了，可能3岁开始哈。很多小孩子父母用周末的时间把他们送去学戏，确实很小，很小。我也问他们，我说现在京剧演员他们的收入你不能跟歌星比，但是你为什么说这么小吃这么多苦要学戏？我有点不太理解。我说作为家长，尤其家长给他们孩子送过来，看着孩子在这学戏，我说你们不心疼吗？你们不为孩子的未来考虑吗？不为你家庭的收入考虑吗？当然我也比较俗一些，答案比较令我感动的就是这些家长他们有一种责任感，希望这个京剧不要说在一代一代传承过程中消失，他希望他们的孩子来传承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文化，那么愿意为这个事业做一点点贡献，觉得真的很了不起。我听说了你好像是5、6岁就开始拍照，是不是有点太早？
同龄人来说可能会早一点，但是现在其实这一代的孩子五六岁拿一个小相机拍照的我们看到的非常多。听说了你十一岁就开始就拿奖了啊，是不是太年轻了？就跟你现在在新华社做副总一样，怎么年轻的？其实也是很巧，我只是拍了我的同学穿着新的校服，背着新的书包，开学第一天去上学。那么这张照片就被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看到，送到报馆，在报纸上发表。按照那个年代评全国好新闻照片的话，就是在当年报纸上发表过的照片都有资格参评。那么大人们就把这个有资格参评的我拍摄的这张照片拿去评选，结果一下子就跟成人跟大记者一起那年就得了中国新闻摄影的最高奖。为什么哪张照片呢特别的令人感动呢？那张照片实际上现在看我也觉得挺普通的，但是当年呢可能比较少的，因为是这个1981年改革开放之后，比较自然的关注身边的生活的照片并不多。那么又出自一个孩子之手，大人看上去觉得很鲜活很生动，那么他们就选中这张照片获奖。就这样呢你这个进了这个行业了。对，这是一个契机，确实是对孩子来说是一种鼓励。那么当时在众多的爱好当中，可能因为得了奖自己就更加喜欢摄影，那么其他的爱好放弃，摄影呢就一直保留下来，一直到上小学成为学校的小记者，一直拍学校的生活，到中学通过竞选当上了北京市中学生通讯社的社长，开始以爱好摄影慢慢的到新闻摄影，然后坚定了新闻摄影，然后坚定了自己考大学选择新闻专业。那我知道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了念传媒了，中国的三家大学的最出名了就是人民大学啦、复旦啦、中国传媒大学啦，就是北广啦。你觉得这个行业呢，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那我觉得还是非常幸运的，就自己的爱好能够跟自己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最幸运的人。就每天你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但是我为什么喜欢新闻摄影？是因为新闻摄影每天都能够让我看到新鲜的人。新鲜的事物，新鲜的世界，每天都处在一种兴奋当中，不枯燥。那么这是最初的，每一个瞬间好像彩虹一样啊。是，尽管很多时候不一定完全是欢乐，我也拍过突发事件，拍摄过空难。那么当时我也哭得像这个泪人一样。虽然它不是都是带给你欢笑，但是它让你的人生的阅历更加丰富。对，比同龄人比其他职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深入的看到这个事，对人生对命运特别的有感觉。我今天跟你做访问呢，我有亲近的感觉。为什么呢？我的女儿今年20岁，她也拍照。我在总是告诉她拍照太辛苦了，对女孩子来说还是找别的兴趣，还是找别的职业比较好吧。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做这个行业里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摄影它一定是脑力加体力的劳动，你背这么重的器材，尤其是女摄影记者，对，一定要有时候哈就要到一些个很危险的、很艰苦的地方去。那么我做摄影记者做了很多年，有亲身的感受，这行确实对于女摄影记者来说很残酷，也很具挑战。它不仅需要你的智慧，更需要你的勇气、你的胆量，很考验人。但是我觉得我在采访过程中，很多男同行在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候，他们会告诫我
西门摄影让女人走开，你们最好不要跟我们一起。我当时的感受是，我既然爱好它，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我一定要比男人做得更好。我想除了体力上我不如他们以外，我具备很多其他他们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说女人的细腻，女人的敏感，女人对人的这种充满母性的关爱。那我想在采访当中这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就像古代的大师讲，他们作为艺术家40岁之前是在模仿古人，模仿前辈，那么到60岁的时候是在学习自然，学习生活，那么到60岁之后就开始顺应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感受。所以他第三个过程，虽然我现在处在第一个阶段，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你如果想拍到一张好照片，一定这三者都是要具备的，真正的好照片。大胆的我问一句，你有没有孩子？我有一个女儿。多大？现在6岁。你还愿意她做这一行吗？这个是由她自己来选择的，我不想干涉她，但是如果她爱好，我会支持她。我想她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观察世界的一个方式的话，对于她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你刚才讲哪段说话了，就是很温馨，充满鼓励，非常很感谢你啊。谢谢。